一个标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十，大王，四个圈儿，炸弹。快一点儿的，你摸摸炸弹。哎，你干啥呢？玩我呢？你干啥呢？你炸弹！你要干啥呀？到底？你炸弹！你咋的你呀？我这队友到底要干啥呀？你到底干啥？你会玩游戏不你？你这挂队伍，我气死了！随便赢那把，这把随便赢。演员，兄弟们，纯粹是演员，纯纯的演员。炸弹！不要过盾子，打错，不要你炸弹，操他奶奶的，纯纯的是演员呢，就纯演员一个，哎，就明着演呢。鸡的力量，鸡跑，闪现，二级螳螂就开始抓人，我操！捉得大队上的客，能行？我这还冥想，心平静。他红开，他什么红开，他蓝开，他身上蓝 buff 都在那儿，你还跟我在那儿红开，看你像红。哎呀我的个妈呀，人家都抓完一波跑过来打蟹来了，你才打到蟹呀，咱也不知道那野怎么打的呀，气死个人了，玩个螳螂二级抓人，生气呀！这都是演员呢，这玩他妈斗地主也能碰到演员，我操了！我是真服啊！绝对相信半神会带来平衡。专注，你信哥咋这么猥琐呢？不应该，他等级比我高啊。在艾欧尼亚度过的时光，教会了自控。去中路看看维克托吧，班杀维克托，走。等到把前排兵都收了，羊的矫健，鸡的力量，灰的力量，
哎呀，女神之泪忘出了，一会儿回家出一个。鸡鸡的力量，羊的九气，龟的力量不是猪的力量。哎呦我操！我是心坚如铁、坚固如铁的守护者。力量疾跑一开，羊的力量给我吧。回家了。姿态转换，行云流水。女神泪，这个战锤。你跑不过我的。想要和需要完全不同，前者飘渺，后者真气。感觉还可以抓波走。山羊脚剑，鸡鸡的力量，龟不是龟呀、啊，操了，老想的是龟。不是鬼，这是猪，这是只猪啊。弱者才依赖黄之灵，你跑不过我的。来了！性格挺吓人呐。嗯，性格挺吓人的性格。我决定吃波蛤蟆。给我了吧！没用，猪的力量，
我来帮你了。哎呦我操，打不过他，这螳螂有点狠啊，这不是我们能打的人。一开山羊之灵，我切凤凰之灵，野猪之灵，山羊之灵，我班凤凰之灵，猪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信哥已经疯了。回家了，还不回家？螳螂没来呀！勾引一波。羊的力量，溜溜。先来个白甲跑得快，我去趟下路，你走上。白来一趟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不理解。羊的力量，宝宝，鸡的力量，猪的力量。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猪的力量。乌鸦有沙漏。我操，我他妈躺在中间呢，我搁家里待得好好的，给我来了一剑。
恩典是水和盐。我就让你守个塔，你都守不住。什么狗头人？可以狗头人？加十二，给你加十二来，小龙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三阳之灵。耶、yeah! ！给我打飞音了！你有个惩戒能让人把 buff 抢了啊？真正的。上高地，狗头人在下，我们在上。来点魔抗，三阳之灵，即使是常年的修行，众灵的需求依然盖过我自己的身体。好听吗？来个紫炎之力，再加个你这个碗了，再出个大面具就 OK 了。我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我操，这么多人。我三阳九剑法术免疫撤，没有队友。哪怕再来一个人啊，没有人啊，关键打大龙呗。我怎么感觉这瞎子抢不着呢？
狗头云可以啊，先把那螳螂给他打飞。哎，先把螳螂杀了，那瞎子连个惩戒都没有。狗头云可以，我们家的狗头云啊，可以狗头云。被抢了啊！龙呢？被谁抢了？哎，我也别说了，拉倒，没了就没了吧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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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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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！凋零的，狗头岩凋零加12可以。还得我们家的狗头银，全靠本能而已。身体中寄宿着风暴。你能不能快点推一下呢？小龙，那瞎子那惩戒也不知道老用哪去了，一等惩戒就没了。什么地方需要惩戒呢？我是其中翻滚的岩浆。不是打个野还得用野，还得用惩戒吗？现在学个熊，耶！没有狗头银，我不太想上。山羊之灵，鸡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给我射了。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疾跑一开撤，猪的力量，狗头云在家。好，撤狗头云，该你了，狗头云，给我咬他，二分。哎呀，盯着我呀！这狗头云，我杀，加12。扣错了，还有狗头人再扣，这不有分离者就扣啊，回去。好，
让小兵打个手吧，漂亮！再凋零他，哎呀，好运！我这英雄是真废物，真是个废物。那你还爱玩？我不爱玩啊，我只是想玩一下，我没有爱玩。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山羊之灵，猪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闪现，羊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猪猪的力量，回血回血，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羊的力量，猪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也就这猪回血还能厉害点。小死小波比，搅屎棍。